哇！刚来架好脚架，它就飞回来了。听说飞出去30分钟，然后本来要对这个角度的，还来不及对，它就飞回来了，没有拍到它回家，真可惜。60分之1秒，60fps， f5.6 ISO Auto 9000，9000了 ISO Auto 9000。这是哪时候回来的？我觉得等一下会肚子饿。现在已经3600大概3600，三千六，我用加倍镜硬加上去。很远，这样没办法自动，这样是手动对焦。不过画质还不错啊，这么远。
对啊，对，要输光，对。哼，太长在刷牙，清嘴巴。走了。